好，大家又翻嚟绝对玩 D N， 今次咧就嚟到呢一个嘅重启道馆，然之后咧就要过去黄金市。好啦，上集讲到咧就系咧呢一个嘅穿越时空嘅雪拉比啊，打赢咗呢个火箭兵团同埋呢个落楼，应该就要向上行噶啦嘛，如无意外。然之后要挑战呢一个牛蛙，哇，唔系牛蛙系大奶罐啊，大奶罐嘅训练家小西馆主，普通系馆主啊，新人训练家杀手啦嘛，定新人黑星定乜鬼嘢？好嚟啦！相信都不是我的敌人，我的对手来的。现在的对手不是我的对手，这对手不是我的对手啊，他们已经不是我的，已经不够我打了，是已经不够我打。 OK， 哎，小蓝姐，当然所有精灵的进化方式我是疗愈指掌的。啊，你都来了这里，向你介绍这位小蓝姐，来自关东的，跟你一样都是一个出色的训练家。哦，这个不是某人，你识佢噶，真系预估唔到咧。吼吼，我仲受到某人嘅关照添。哦，系啦，既然小蓝姐咧同你一样咁出色，要唔要打长交？我想睇下边个劲啲啊！啊，都唔系唔可以嘅，就随便玩下啦。开始啦。好 ，OK， 一嘢嚟嘅冲浪啦。哎呀，又系电磁波。哇，大自烧喎，让弯喎呢度，操一唔秒。暴露王呢啲威吓重嚟，我哋用鲤鱼龙。龙套色，龙套色，龙套色，我点解我唔可以麻痹佢？黐线噶！呢度我哋用地震雨啊，撞冲浪 ，I'll perfect。皮皮嘅话，我哋照用地震雨啊，冲浪，复古冲浪，百变怪啊！百变怪我哋俾我哋求其呢只，跟住用头突。哇，头突！哇，好在抽足赢咗啫。你头先咪放水小蓝姐，感觉你嘅实力应该唔系咁嘅。你话晒都系咧季军嚟个锦标赛关东嗰边放水又咁明显，哎呀，俾人发现都冇办法啦。毕竟唔想打击某人嘅自尊心，果然系咁啊！请睇下咧我同佢嘅战斗啦。啊，哇，搞错啊，未回血，点打呢度？换只河童先，剑舞即刻嚟下马威，战力啦！哇！大镬啦，金铺！我开咗剑舞点玩啊？呢度我开咗剑舞好难玩喎。冰牙，诶，结冰，冰牙屈机只机，哇，好在得搞掂。大嘴巴换牛蛙君，仲冲啦！哇，雷啊，好在顶住。地震雨，地震，再地震，哇，顶住。卖路嚟，卖路嚟就系、是。卖路啦，应该系会用复古，然之后水流喷射个堆技。牛蛙棍啦，呢度用高音杀，打唔死。Oh no， 要GG啦，睇嚟要。跟住用咬碎。啊！我都估到啦呢度。点解要打连续打两场啊？诶，未打咩呢、这个？过冻完。啊！呢啲咁嘅小怪冇乜问题，冇乜问题噶啦呢啲。系嗰啲特别嗰啲训练家啫，唔系话又要再打呢度。Oh no！ 呢度即刻换只地震雨先，即刻用剑网大自烧咁啊！再嚟剑网，跟住冲浪。哇！喺许愿着迷要用，哎，系咁俾佢屈机添呢度。顶系咁回血佢，得啦嘛？打佢中啊！暴露王，我哋换只牛蛙棍打，跟住冲浪，皮皮照用冲浪，再冲浪，再冲浪，哎，比佢快过我，高音，高音，冇中啊！吹别顶，我果冇咗，哇！真定假啊？系咁中，烧咗个果实啦喺度。呢隻嘢要即刻杀，其实我哋用冲浪打啦，因为我高叻过佢剑舞，跟住呢度用冲浪，哎呀又撞到，哇顶住冲浪河呢、這个系河豚，嗯地震鲶鱼瞓觉地震，喂唔好啊 ，Oh no 大镬林铺，呢度用鲤鱼龙。龙路
喂，唔系话今次大镬啦，跟住用高音，唉，打唔死啦又。哎呀，头先嗰度俾佢催眠咗两嘢，食咗我个树果，咁多强化技啊佢。好，嚟啦，一嚟就即刻换只地震雨先啦，跟住剑望一下，跟住冲浪。哎呀，又咩咯咩咯，麻鬼烦呢招技真系。一下就烧着咗，唔系话10% 咗，大致烧我记得。停啦，唔好再回血啦，得唔得啊？哇！低能烧死咗。好，黑仔到不得了啊！地震雨，跟住呢个唔用剑啊，直接冲浪啊！烧死啊，唔系冲死啊！暴露王用娃娃棍，跟住用冲浪 ，OK。皮皮就用召唤啦 ，OK。八变怪换呢只同我打佢，投得，投得，投得。呢个出去最快嘅娃娃棍啦，搞掂。好，下个。咁呢只嘅话咧，冲浪啦。冲浪，再冲，大嘴话冲浪，再冲，破团，好地震雨，开地震，再地震，搞掂，买路嚟，买路嚟就都麻烦嘅，好，李如龙，龙套式，麻痹佢，我复古，麻痹，中啊麻痹，跟住就用牙花棍，再用。冲浪定高音呢？睇下先，冲浪，冲浪都 OK 嘅，冲浪得噶你，系佢赢咗，果然比我犀利，我输咗啊！嘟嘟嘟，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有啲急事，我要走啦，拜拜。走得太急又咁讲，跟我嚟。这个我朋友啊，嫲嫲，我说你有咗男朋友啊，啊讲咩啊？唔系啊，我自己咁啱带嚟，一定系有本事啊，欢迎你随时嚟玩啊，啊咁我告告辞啦。啊！唔记得一干二净啦，呢个系手机号码。有冇咧跟身后嘅精灵讲过嘢？喺路上有好多小动作啊！我喺度观察紧同埋记录精灵嘅动作，打电话会话俾你听。妈妈，因为都系精灵训练师啊，先会换电话，唔好乱讲啊！啊，训练师啊，你都嚟培育屋咧，嚟培养精灵。我都认为咧，将精灵咧送到培育屋培养咧，比将佢哋咧锁喺呢个冰冷嘅电脑箱入面好得多。最起码可以令佢咧感到快乐，佢哋有感情，有生命。既然咧唔可以时时刻带住佢，时时刻爱住佢嘅话咧，当初唔应该捕捉佢，掠夺佢应有嘅自由，将精灵锁喺啲咁冰冷嘅电脑箱，不如放生佢，还原佢应有嘅自由咧。我呢个世界嘅训练家咧，性质已经变晒，精灵咧不知不觉已经沦为咗战斗嘅工具，个体值啊、性格啊、努力值啊，成为咗精灵遗弃喺电脑嘅理所当然嘅理由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训练家已经唔可以翻到以前咁。啊，讲得太多，忘记咗我讲嘅嘢啦。道出真理啊！呢、這、一个系好话俾佢听呢个电话佢话，好行得好难打，其实呢、這个对打唔使喎。即系有黄金市啦。头先嗰度就系讲紧啲咩个体值嗰啲咩性格个体值特性啊，一唔合心意，一唔系完美就即刻可以舍弃佢，就系讲紧依家呢个心，依家呢一个嘅呢、這个咩啊？呢、這个生蛋嘅心态 Pokemon 喺度呼喺度喊。我嘴咒娃娃唔见咗啊！仲想咧去广播塔揾武藏姐姐签名，你可唔可以帮我揾啊？我唔记得咗抌喺边，但我记得去个百货商场同地下通道，你哋帮我揾翻，打唔打得啊？呢个我要去游戏机室呢度啊？呢度喂，唔好阻住人哋打机啊！你咁得闲就揾唔去广播塔啊？搞错啊！唔做馆主嘅本分就系打机。好。诶，小光、啊，知唔知啊？有一个地下通道嘅深处咧，有个叫做咧盛装屋嘅，嗰度咧可以咧装饰自己嘅精灵，然后咧可以将纪念嘅相咧装饰喺嗰度。呢个系装饰盒，想要你，俾你啦。唔想要，得到咗装饰品咧，要放入个盒里面噶。我走啦，拜拜。冇人想要呢个嘢，哇！
几惊要打单，几惊要打双打喺度，唔系话特伤过啊嘛我呢度唔系啊，地下使我出售精灵，禁止买卖精灵，咁你又话出售精灵，好欢迎光临，要唔要抽奖？中我探照灯，唔知有咩用，好打埋呢两个先。水日鱼高音，沼日鱼呢只鲜制果，玫瑰水，再水，用食兽水，咁多反伤果咩？专登特登配喎呢班友仔，喂呀，唔紧要，攞住，买鲤鱼龙，龙之路，鲤鱼路。你有路啊，可以照用呢隻龙路。嘩，闪电犬换只怪嚟我先。跟住咬碎，再咬碎。啊，应该用冰牙先啱。好。但唔緊要啊，我哋都打赢咗。依家去搵个咩诅咒娃娃公仔啊。唔记得诅咒娃娃公仔喺边。係咪广播塔嗰度啊，要邀请券先入得。佢去过百货公司同埋百货公司同埋呢一个咩啊？地下通道啊！百货公司好似有买进化石话话 ，check 下先，都要 check 下啦。有进化石争好远啊！我而家呢个组合，干诶呢个正嘢喎，呢个正喎，呢个可以买多啲，因为我唔系成日死嘅关系咧，你见到好多钱噶。20万发咗达啦，已经靠呢啲打其他训练家赚钱呢个方法几好啊！已经成为大富翁啦，富豪。好 ，OK。哦，突然之间我想问咧，动画入面咧嗰啲动画入面嗰啲主角咧点样赚钱？请问去边度打边度嚟嘢食啊？喺街度执啊？就好似之前小江咁咧，喺街度摘啲树果食啊嘛，但系佢煲汤嘅，见过佢煲啲唔知咩，好似好好味嘅汤。好进化啦，破痛嚟啦！哎呀，猎叶破痛嘅样子，好荷叶岩，乐天荷痛得唔得 ？OK， 终于进化啦呢只，呢只进咗化啊！唔系，佢唔系加速嘅呢只。Oh no， 咁可能要练嗰隻啦。雨天冇回合恢复 HP 喎，唔系要呢隻喎，佢要换咩话？和珍贵嘅精灵交换，冇百变怪啊有嘅，但我唔想换你嗰啲虫。大抽奖，烧伤果，冇乜用啊烧伤果。好上去啦，有冇天台啊？冇天台，地下一楼呢？限制运灯，切勿进入。入嚟做咩喺度？唔知有咩用喺度。嗯？佢可以叫佢咁样推走啲货物噶。但系左上角嗰个行入又得噶？咁有趣呢度，行唔到上去呢个。OK。一楼，我都唔记得嗰个道具喺边度拎，咩诅咒娃娃？呢度咧 ，save 先。我记得呢度咧，之前咩绝对环掉弯嘅时候，呢度要打嘅野巨人呢一个位要打嘅，我记得系啊，野巨人要打嘅夜黑魔人，好劲添啊！呢个夜黑魔人仲要先。寒夜福特，好呢啲唔使打，唔使喎呢啲，唔使打呢班友，诶、欸、有啦，哇喺四下呢推荐龟喎有料到，但系俾我爆死咗一下，一个高音车啫 ，Oh no， 又变咗样添。下去睇下先，哎顶，唔想跳咗出嚟，有冇嘢噶入面？有啊，入面有嘢，呢个系咪双打噶？要唔要同佢打一场？梳架，
打场喺度。哇！依家劲嘢嚟喎，对面嗰队换做怪力恶先，又麻痹。呢度就用冲浪保护啊！好，哇唔系话女医妹顶麻痹，好下马威女医 ，OK， 再冲浪呢度再嚟个冲浪吸收啊！呢度吸收啊，冇啊冲浪吸收吸收吸收左边。冇啦，俾人毒突打死啦要。咁啊，好大机会会打呢个李如龙嗰边啦，吓、啊，即系阿雷伊贝。咁我哋用地震，跟住呢弯就可以换重嘅，其实换做蛇纹熊。好，跟住李如龙出翻嚟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再用地震啦。呢度用龙之路打左手边。OK， 高下水兵唔使我啦。呢度用瞓觉，然之后咧呢度用龙套式打右手边，哦，玩完输咗啦呢度，有啲难打吓，双打嚟讲我啲队仲未成型，可能要再执一执啦。尤其是呢只河童咧要换过一只啦，佢唔系加速咧抢唔到玉仙有啲麻烦，因为佢仙仔之爪系唔会用啦，会用嗰啲咩加草嘅技能啦，或者系一啲正反，我都唔知道会带啲咩道具，到时再谂啦。OK。咁啊，暂时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